看看新闻网。22号呢，电影《熊出没之雪岭雄风》呢首映礼仪现场，这个曹格带着他的萌娃 Grace 和 Joey 齐齐亮相了，在台上一对宝贝儿女啊，风头那是肯定要盖过老爸的，来看一下。曹格一家的出场方式相当特别，姐姐 Grace 尤为抢眼。姐姐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我吗？话说曹格的一双宝贝 Joey 和 Grace 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谁大谁小也一目了然。可是 Grace 这想当姐姐的心思可是100年都不会变。大家好，我是 Joey 哥哥。哥哥。不过这对兄妹俩绝对是想生二胎人士的激励贴，你说这有一双开心果在家必定是其乐融融的。等一下，我才让你亲我。那亲爸爸，亲爸爸好不好？难怪爸爸曹格谈起一双儿女时一脸的幸福模样，俨然是人生大赢家的姿态。Joe 的声音跟他的唱歌的这个遗传的我的比较多，所以他从小就很爱唱歌。 Grace 呢就没有遗传到我唱歌的部分，可是有遗传到我的古灵精怪的一些动作啊，我的眉毛啊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看了萌娃就觉得要是每个孩子都永远就是停留在2岁左右该有多好。